截止十一月三日十八时，第三轮全员免费核酸检测已全部完成，除从隔离医学观察人员中筛查出与舒服县暂米乡相关联的116人呈阳性外，其余人员均未阴性。此次新发现的无症状感染者全部来自隔离医学观察人员，无症状感染者在潜伏期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，核酸检测是确认感染者的金标准，也是发现识别无症状感染者最重要的手段。本着对各族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，也为了尽快控制疫情，我们将于十一月四日启动喀什地区第四轮全员免费核酸检测工作。